你爸爸不舍得呀？我给你压底呢。你不是吧？这你头一见你爸爸。你别问你呀、啊，常常讲大话，跟狗争吵。什么？没有。你在这想，我做完做事，跑到英国三个月，这是什么？当初西工大人过去看了，已经做同学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前几天在朋友那儿看见孟非，他怎么样？最近发生很多事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哎，我打了很多次电话，他每次都忘记电话留言信箱。他倒没什么，而且精神还很好。开始呢，还以为他会跟倪成坤离婚，但谁知道他说不会，还要等他做完牢呢。哇，那不是等到人老珠黄，哪有这么傻的？倪成坤那个人虽然不好，脾气很大，可是我觉得他对洛飞还是挺好的。还有啊，洛飞责任重大，我们家没有他不行。啊。